这个视频我们来听这盘磁带，全都是电子琴音乐，双电子琴的，这种磁带特别好听，来自台湾金化唱片公司的。通常这种小开盘，很多人录完都是自己录，这个是唱片公司的原声带，我们来听一下效果，原版磁带声音就是不一样，一起来欣赏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